天王抱鸭蛋已离婚，当年小品不差钱不仅火了小沈阳，更是让观众认识了赵本山的徒弟鸭蛋。鸭蛋当年和王金龙结婚还是赵本山主持的，据悉排场还很大，没想到近日被抱鸭蛋已经离婚了。近日本山传媒旗下艺人田娃在某网络直播中被网友问及王金龙和鸭蛋是否离婚，他十分干脆地表示没错，离了。此言一出引发了广大媒体的关注。在九月末沈阳的一次活动上，鸭蛋和王金龙还一同现身，并且同台表演了节目。当时有工作人员表示两人已经离婚，并示意记者删掉采访提纲中关于两人婚姻生活相处方式等问题。